来中国快一年了，你适应这儿的生活了吗？开始有点不习惯，后来就慢慢适应了。最近我还交了一个中国朋友。那就好，快给我讲讲你新交的中国朋友。我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，平时我们常常一起看书、逛街、踢足球，有时候他还给我发一些幽默短信。你的这个朋友真不错，下次介绍我们认识认识，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我们下午要去踢足球，正好一起吧。来中国快一年了，你适应这儿的生活了吗？开始有点不习惯，后来就慢慢适应了。最近我还交了一个中国朋友。那就好，快给我讲讲你新交的中国朋友。我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，平时我们常常一起看书、逛街、踢足球，有时候他还给我发一些幽默短信。你的这个朋友真不错，下次介绍我们认识认识，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我们下午要去踢足球，正好一起吧。